迎接2023年的到来，为了夺得绝佳视野，预定一间灯光美、气氛佳的餐厅，绝对是跨年必备行程。海点台北信义区八间高楼层餐厅，可以更近距离的观赏震撼烟火，品尝限定推出的跨年牛排套餐、酒吧畅饮组合，与好友一起共度倒数的幸福时光。大气作用微风南山48楼一整层 CLAV 高空景观酒吧，能享有最近距离与101合照，大面的玻璃帷幕能在夜晚一览璀璨的百万夜景，这个包厢区域能舒适坐着与三五好友小酌一杯，跨年圣诞小礼、跨年派对，让你尽情享受整夜 DJ 精彩音乐演出与好友爱人相伴的重要时刻。经典美式牛排馆拥有超过40年的干式熟成专业技术，亚洲首店落脚于台北微风南山47楼，被昵称为股神巴菲特最爱的牛排馆，同时也是电影《穿着 Prada 的恶魔》中米兰达清点必吃的爱店。晚间5点至晚间9点，跨年暖餐套餐方案每人5980元。12月31日跨年烟火派对时间为晚间9点15分至凌晨2点。以真战香料发红花为名，位于信义区微风南山46楼，透过传统料理手法结合现代视觉的印度菜肴，呈现多元风味。用餐第一轮时段至晚间5点起至晚间8点，仅供单点菜单。第二轮时段晚间8点半至凌晨2点，仅供跨年套餐。跨年场靠窗座位区，一桌最多4人，36000元起。干杯集团旗下和牛47和牛烧肉怀石餐厅位于微风南山47楼，晚间5点至10点提供跨年套餐，每人6200元起。跨年时段晚间10点至凌晨2点，开放区以桌计价，售价40000元，含桌次对应人数套餐，独家联名香槟无限畅饮。号称台北捷运市府站最高顶楼酒吧 C2 Sky Bar 位于微风南山47楼，可饱览台北101夜景。跨年烟火夜景6到8人小沙发区，售价68000元起。除了提供海陆分享餐、北海道干贝海胆西班牙烤饭、火焰威士忌厚切顶级乐野牛排等，更提供3种酒款各一支。当晚也邀请到雅思音乐艺术顶级爵士乐团现场演奏。来自美国的莫顿牛排馆位于微风信义45楼，高空烛光晚餐，品尝美食，可眺望台北101浪漫夜景。尤其大包厢拥有左起自信义区101大楼，并向右延伸至整个大台北市区的5营夜景，坐拥最佳视角。2023跨年菜单每人8000元起。掌门精酿啤酒位于台北微风松高4楼，户外打造占地200平的空中花园，室内酒吧空间有高脚椅座位区和吧台。今年将举办2023松高跨年白色派对，活动时间自12月31日晚间8点半至凌晨1点，入场费每位1688元。票券可免费兑换2杯酒水或饮料，所有购票座位席皆在活动帐内，等待烟火不怕寒风吹。以上是最靠近台北101信义区8间高楼层跨年餐厅，赶快约好友情人相约一起共度倒数的幸福时光。